宝弟超洗脑应援曲，乐天两女神也沦陷。大家好，我是 Winstars 背号22号的伊利。中职台钢雄鹰型啦啦队女神伊利，因为这首宫庙风夜宝弟应援曲爆红，伊利外形还神似围棋女神黑佳佳，粉丝数短时间上升至16万。今年24岁，来自高雄，身高158，体重41公斤的伊利，喜欢跳舞、画画，完全没有表演相关经历的他，全靠后天的努力实现成为啦啦队的梦想。像我昨天在看转播的时候，叶宝弟上场，然后大家留言区就一直问说伊利嘞，伊利在哪里？就是大家会把我跟叶宝弟联想在一起。应援夯区的主人叶宝弟这下也红了，他是台钢雄鹰背号7号的外野手，去年刚转为正式球员。伊利啊，我知道大家啦啦队都跳得很不错。然后我也很谢谢他们，就是很努力的帮我跳。保胜丹婷，耶！近期刮起叶宝弟应援旋风，许多网友在底下留言：这影片怎么有3小时？一天一粒，增强抵抗力。没想到听唢呐听到快晕船，叶宝弟今天开始是我大哥。连乐天女孩尤里也沦陷，翻跳尤里版性感应援贴文写下：笨蛋才做选择，我两粒都选。啦啦队应援增添新气象，许多球迷还留下北丹丹、钟勋勋、南伊利的评价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嘞？各位卡卡加入您，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VTuber 爆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